放 LA， fun in LA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位在 Monterey Park 的名流山庄吃饮茶。这家餐厅呢，它走的是比较精致、非传统的路线。他们在一般传统的点心上面呢，加上了一些新的巧思，使这家餐厅的菜色有别于一般传统的饮茶餐厅。这家餐厅的空间比较小，所以呢，他们是用点菜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手推车方式。这家餐厅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哦。假如说你在 weekend 的11点以后来到这里的话呢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必须要等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点的菜色有叉烧餐包、千层榴莲酥、鲍鱼珍珠鸡、瑶柱干蒸烧麦、安虾咸水饺、剁椒蒸排骨、味酱蒸凤爪、北极贝鱼翅脚、椒盐百合鸡西以及至尊流沙包。他们的营业时间呢，中午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钟，晚上是5点到10点。这家餐厅的口味独特，而且菜色创新。假如说周末的早上和中午你不知道要吃什么的话，可以来到名流山庄坐坐。放眼 LA， 放眼 LA， 我们下次见。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隐藏。